都说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这话一点也不假。11月27日，张雨绮在微博发文回应与前夫袁巴元的绯闻。一个单身女人是可以接受全世界单身男人的追求的，包括她的前夫。日前有网友爆料并放出张雨绮和协议离婚的前夫袁巴元疑似在思南公馆牵手逛街的照片，照片中二人十指相扣，十分甜蜜。如果二人真的复合了，那可就尴尬了。毕竟当时为张雨绮被袁巴元骗婚骗钱而痛骂这个男人的网友可不在少数，如今说复合就复合，不知道当时为张雨绮抱不平的网友作何感想。其实这已经不是张雨绮离婚后第一次被曝与前夫同框了。非凡娱乐整理报道。